Hello， 我们是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认证生存的第17集。好啦，那今天主要是要来看交界帮我改装的我的旧家，对。这是谁盖的啊？是我。好，嘿，今天呢，交界就突然私讯我说：“欸，我在你的伺服器帮你改装我的旧家。”对，他帮我改装了我的旧家，谢啦，海军人，你好。好，那首先呢，他帮我自动门改的酷一点。就铁甲酷吧，然后帮我楼梯改成漂亮一点，漂亮吧。好啦，那在我们看完楼梯，要看里面前，我们先对着楼梯这一幕，在下面按个赞吧。如果你按了赞，那你就可以看接下来一篇喽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相信你们都按了赞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看喽。这个客厅呢，嘿呀，酷欸，有一点烟囱的 feel， 然后还有很多熔炉，然后有两个工作台，因为你也知道我太胖了，一个工作台不够用，然后还有红石灯，因为帅嘛，然后还有羊毛地毯，因为帅嘛，对，没任何原因，就是因为帅。好，这还有做了这个沙发，就是好，那然后这里天花板也做了这个，怕我觉得那里有死角，觉得好恐怖，幽闭恐惧症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的床也有这个很挡视线的东西，好，然后还有地毯，因为对，然后呢，然后还有这些床，因为这些床就是我之前在跟太阳那集收集的12种颜色，好像12种吧，我来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11，因为还有一个我放在三五塔那边。然后这就是我的认真来宾啦，认真来宾目前有两个，交界的我还没放上去，因为我要写说第几集，他会来很多集，因为大工程，所以我要等他要离开的时候再写。对，哦，交界还做了这个，有点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像那种龅牙机器人的？对，龅牙机器人，龅牙机器人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楼下看哦，楼下变得很酷哦，上面有石板砖，让我因为我太矮了，所以他挑衅我说我很矮，所以他放这个说哈哈，你这地的土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附魔台，还有一个不对称的书柜，对。附魔台就附魔台嘛，然后还有多了好多箱子，然后我地板做了很酷，然后这里铁砧放这两个箱子，然后两个工作台，因为我太胖了，还有工作台，对，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哦，还有红石灯，因为红石灯最酷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旧家就这样啦，晚上我们先睡个觉。啊，对啦，我们有那个。12+2=14，对，14啊，我有14张床，另外两张床呢在哪里？我要给你们看，就在前面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很奇怪的东西？感觉像是满满的大舞台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走，耶，到了，然后这是我刚留给交界的盐啊，因为他。
我们不会一起进来这伺服器，就是有谁有空就谁进来，所以不一定会一起进来，所以有时候会留着告示牌。然后这就是两张床，我们要在这个满满的大平台上盖我们的超强建筑、超强家，因为周界建筑很强，对，哈。然后呢，那里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啊，这里有一大堆东西啊，哇、啊，好，一大堆东西，对。所以这一集就差不多跟你们说我们最近在干嘛啦。那下一集呢，我应该会去地狱，对，去地狱收集一下我们要建筑的材料。先应该还不会去地狱堡垒吧，除非刚好那么 lucky 有走到。对，然后下面这就是交界的建筑，对，酷吗？酷吗？好，那下一集我们会去地狱收集石英啊。荧光石啊，收集一些猪人的头啊。好的，对，我们下一集就去定，确定。好，那我们100集，哦，酷哎，100集我应该会公布我们的地图档，因为光这个建筑就已经超酷，一大堆人已经说，呜、哦，就去盖这个，呜、哦，我好想要，哦，好帅哦，对。耶、yeah! ，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那么最近应该很短啦、啊，跟你们讲一下现在在干嘛。耶、yeah! ，然后那个我们现在还没有烽火台，所以那就当烽火台吧，可以让我们知道，哦，原来我家在那儿。耶，耶耶耶耶耶，还有牛哎、欸，哦，啊，嗯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好，哥姐你在，在干嘛？还有两只羊，哥姐你，好，你没有把我的栏杆铺好，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就去帮栏杆铺一下栏杆吧，不是栏杆啦，对不起，帮交界铺一下栏杆，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先去做一些栏杆，看一下。哎，有有有，哇，做了那么多栏杆是怎样？但我太有钱了，哈啊哇、啊，我的，好捡到了，酷，好，我去帮栏杆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绝对不是说帮栏杆铺栏杆哦，嘿，好，嘿，好，然后哦，我的农地。他也帮我种了胡萝卜啊，这个有没有？请交界来就是对的选择。你们应该也要交一个朋友，然后把他取名叫交界。耶、yeah. ！Hi, that's Nat。好，那这就是小麦哦。哦，不要冲过来，不要冲过来。然后 Moco 虽然订阅，好，感恭喜恭喜。我原本要说感谢，但是呵呵呵。好，牛牛你。你好，阿牛，哎，过来好不好？你不爱吃你的小麦吗？你过来哦，过来的，过来。哦，有有有，好，过来的。旋转什么啦，牛？你是怎样视力障碍啊？你走不过来吗？那只牛在旋转什么？你当你在开演唱会是不是？旋转牛大会吗？牛可不可以过来？牛好像有点问题，但是 Who cares, right? Go in. I say go in. Go in. No. No. 好，那小猪呢？小猪我们另外围一个地方给他哦。好，就这里了。小猪猪的地方，小猪，小猪吃什么？小猪当然就是吃，小猪吃什么？胡萝卜吧，我猜。因为你知道，人人都不爱吃胡萝卜，所以小猪爱吃胡萝卜。这到底什么原理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你们吃，哦，你们真的吃胡萝卜哎。所以你们喜欢吃人跟人类喜欢吃相反的东西哦。你们要不要？
你要过来。嘿，你是走路障碍吗？我说没学走路吗？进来好吗？你什么时候进来啊？走路障碍啊？你在干嘛？走路障碍，哎，过来，我帮你开大路咯，因为我知道你很胖。过来，过来好不好？不要那么叛逆，不要那么旋转，走楼梯，走楼梯哦，过来。你应该学会走楼梯吧？对嘛？另一只旋转猪不会走，这样进来。你们要不要？你们是有啥问题吗？那爸爸，你要不要进来啦？嘿，进，这样。你们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哦，山神欸。哦，死给！原来交界用拴绳把它拴住了，死给！难怪他们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现在你们还是不过来啊！都先把你们解脱了，懂吗？叛逆鬼，进来！好，很乖。这样，好。再来是我们的，还有什么在外面？羊对不对？羊咩咩，哦，羊咩咩。先喂你们好，一个，两个。哎呀，拴绳交界怎么做出来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绳啊。对，我出不去了。好，我出不去了。这样好，快点，好。嗨，羊咩咩，你过来好不好？过来。要不交界把它拴住了吧？没有啊，羊咩咩，不是爱吃那个吗？啊，你没有被拴住吗？没有啊。羊咩咩，你要不要过来？哦，过来了。羊咩咩跟小牛牛住在一起好了。对，所以羊咩先生，你要不要过来？羊咩先生，羊咩先生，你看工作台干嘛？它不好看，我比较好看，你过来。有，哼，等我比较好看了吧？哼哼，所以。羊咩，不要再看工作台了。工作台不会喜欢你的，过来，过来，不要过来。工作台不好看啊！我在看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好看？我也要看。哦，有，进来，跟牛牛当朋友。你们会不会进来？你们羊。羊，聪明羊，好，好了，然后我要弯腰跳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东西归类，然后，哦，这应该是他打安德的吧？对，安德嘛，对，很像雨伞。好，那么今天就这样啦，下一节我们不是下一节，下一节课不是。下一集我们会去地狱探险，收集材料。希望交界应该会在一起吧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差不多这边结束啦。我要放一大堆栏杆，好啦，如果喜欢影片，那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，那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可以看我更多超酷的建筑，因为交界。好，然后我的栅栏用光了。有没有这种东西就是要让交界来处理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，好，那么最终来分享一句啊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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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